老公，我要有新家。你要有新家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不可以呀？现在是个好机会。不行！你有三个孩子，还有我，你怎么可以狠心抛弃我们？抛弃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你不是说要有新家吗？是啊。你看，建屋局在东部推出新的祖屋耶，地点也很不错。我们在那里买个新家好吗？哦，原来你是说要买新房子，把我吓死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新房子。好吧，我们是该换间大点的房子了。我看看。